那边有根毛杆，我们去撸猫吧。这些都是细菌，你摸过就别回家了。哇，咪咪，你不是不想养宠物吗？但是你想啊。哇，这是当当当当。老吴，我哎，张总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小白，你下班了吗？我肚子突然好痛。我在应诊，不舒服去看医生，跟我说什么药？哎，您说，我听着呢。利润已经是最低了，真不能再要。那一刻，我以为我们就会这样幸福一辈子。妈妈的一通电话，却将我瞬间拉回现实。妈妈，我都说了我有男朋友了。有钱人都靠不住，你忘记那个小白当初怎么伤害你的了？他不一样。那你问他愿不愿意娶你？就凭你的出身家世也配跟我计较？醒醒吧，我只不过是个女王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is out, cannot be connected. 别打了，我看他要么是不想结婚，要么是不想和你结婚，想开点。相亲的地方定在民政局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没有错。你愿意换种身份和我开启一段新旅程吗？阿姨啊，我之前资金链出了一些问题，所以不敢轻易给亚彤承诺，不过现在全解决了，这是我全部的资产和房产证明，我会毫无保留的全部转移到亚彤名下。我知道您都有看法，但是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我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。等等，我什么都不要，除了我女儿的幸福。看得出小胡对你是真心的，妈祝你们幸福。我听我妈的。以后啊，我不会再让你哭了。